可爱的小小朋友穿着动物装或者是打扮成小小公主，这是高瞻幼儿园在7月2号晚间在东大国际会议厅所举办的成果发表会，家长们都开心的来参与，看到自家的小朋友可爱的模样，不管是舞台上逗趣又认真的表演，也让家长们开心不已。可是他能够去醒思，改变他的缺点，改变他的坏习惯，他能够克制自己，不讲话，专心不讲话，这才是真正的勇气耶！所以获得大家的喝彩，对不对？对 ，OK， 好，小朋友，你们即将从高瞻幼儿园毕业，要上小学，又要上国中。又上高中、大学等等，经过各阶段的考验，就像人生的风帆要起航，就像你生命的风帆要开始起航了。可是当风帆扬起的时候，你不知道下一刻是风平浪静，或者是暴风来袭。可是小朋友，园长妈咪告诉你，当你的生活遇到了不如意或遇到挑战的时候，请你深深的吸了一口气，吸了一口气，然后鼓励自己跟鼓励别人，要怎么样？坚持你的梦想。还有呢，勇气就是要坚持你的梦想，勇气就是要改变你的坏习惯。透过成果发表，小朋友多了一个舞台演出的机会，不仅培养勇敢以及挑战自我，更让父母们感动参与了小朋友的重要时刻。东南新闻部发林郑慧茹温格在台东市的采访报道。